这家女主角太吃了，就自然看起来，你叫她用餐不辣还是看起来很感觉，没关系，两个人，另外有提供白饭，用餐的环境有点，爱有点紧，那时候司机大哥建议我们就要点两样菜，但是我们实际上呢，不会这样用餐，用餐的地方呢，他说不限时间，那边是看着街，看着对面的一个景色，我觉得所谓的湘江的一个景色非常的好，对。这家你主角呛到了，我有点辛苦，调个角度亮一点，这个角度应该 OK。 先吃饭，先吃饭，小龙虾等会再用。听起来像好像有人在唱歌，民以食为天。 谁？就是新疆的铁板牛肉，来吃先吃。好辣！辣！不是咸不辣吗？不辣还是会辣？ 根本没看，他一定会说老板不好意思，我是忘记了。出月亮了，刚刚下雨，现在变好天气。
如果要来这边的好朋友，记得长袖、短袖都要带，因为天气随时在变。不过那御寒哦，像在台湾那个10度以下那种，不适合。我还带了围巾来，用都没有用到，还带了卫生裤也用不到，还带更夸张是，我还带了一条冲锋裤，也是用不到，羽绒服当时也有带，也用不到，只有整个行李箱用起来，因为我的是厚壳羽绒的，穿了一下大概都在19公斤。所以说这次啊，想买一些东西都带不回去，没关系，明天再把行李箱处理一下。稍微的还是要买一些东西回去。啊，孜然牛肉，比较凉一点，把它放凉一点就没那么辣。你主角用台语问我，你要准备热备，多热备？不知道，等会就逛逛看有没有，有就有，没就没，顺其自然。反正肉制品又带不回去，他们真全部都不够。肉制品台湾管得太严了，带不出去，就乖一点，在这边吃一吃，用肚子带回去。水果也带不回去啊。他这边还有举了一个旗子，看到吗？因为季节原因，为了不破坏小龙虾的 Q 弹肉质，他们暂不抽那个虾线，所以说那个虾子因为有虾线进行切片。好了，打发再次，好了，打发。我还要吃套餐券。真的跟老顽童没有两样，这就是我的过去，开心就好。还有这几天很讨厌，人明明在中国大陆，每天下午大概3-4点都有电话打进来，结果上网一查，不是推推销电话就是诈骗电话。我觉得这种东西啊，不说什么诈骗这种东西啊，不想做了。那种东西啊，台湾再怎么搞还是存在。还有觉得在这边看的这几天看的立法院吵吵闹闹，没救了。某某人被招待，因为居然没被弹劾。我说谁你们应该就知道。讲了这件事哦，真的是一肚子大便。无奈啊，只能偶尔哈，就是跑到台湾以外的地方走走，心情会好一点。我知道我讲这些话会被攻击，心知肚明。因为我不想当蛙蛙，那种青蛙的蛙。吃饭。不拍了。接下来的影片大概就是坐在这边用餐外头的一个夜景，给各位看一下。新疆羊肉串，嗯，
他这边的那个羊肉没有想吃他的腌制的口感比较好，他可以跑过去的应该是这东西吧。
日羊肉串才有什么辣不辣？你看我们也可以下去。很烫，你在冒烟。你有冷水吗？有一点。好了。小龙虾会辣。会。不如就直接过去了。公司大门换的。帮我擦一下嘴巴，好辣。
这次都吃辣的。换另外一个景来看看。连那个桥都跟着你，连那个桥都那个线都跟着你十万。注意看我的包包。用完餐之后，我们走出来到这条街的另外一头，那整个制高点拍一下，整个环绕一圈给各位看一下，湘江的两头的大楼几乎都是把外观装上 LED 的灯做灯饰，让这个长沙在湘江旁都充满了活力，营造一个不夜城的长沙。好的，以上影片是 DJ 阿周在湘江旁边用餐同时拍摄的影片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订阅我的影片，同时开启小铃铛，分享给你的亲友。有你的支持，我才有动力继续拍片下去。我们后会有期。